来关心鹿草乡的消息，鹿草农特产在地品牌鹿口盐酸正式亮相。鹿草乡长严佩仪以青年的视野，直播实现着农业精进。在这处集结40个主题丰富市集，青龙农业成果，邀请大家来现场体验。如此有趣，鹿草农特产在地品牌鹿口盐酸正式亮相。如此有趣啊，这就是鹿草的鹿啦，吼，有一个谐音梗啊，主要就是吼，透过啊这个办这个活动啊，让咱家的农民啦、青农啦，啊都有真侪家的摊贩吼，啊摊商拢会使吼来吃安尼吼美味啊，吼啊，把咱鹿草的农产品都行销出去啊，我所以我拄啊伫只吼行一阵吼，哇，有吃到咱鹿草的。哦，西瓜，哦，迄西瓜吼，甜啊，水都济吼，水分都济，啊，拄啊都有人提我这个说是吼，芦笋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食来讲足体会，拄啊好符合我即马，规身躯软格格，讲吼，这芦笋汁食啉落吼，身体就会使保养啦吼，啊，所以拄啊足欢喜，啊，咱今仔这活动真成功，咱嘛希望未来会使再继续来举办。鹿草乡长严佩仪以青年视野，逐步展现农业精进。在这处如此有趣活动，积极主题丰富的市集，青龙农业成果来展现，邀请大家到场免费手作体验实感农观游戏。我想透过活动我们可以凝聚更多的人潮，那人潮就是有助于我们鹿草整个形象跟品牌的一个累积，我们让更多人认识这里的美好，认识这里的农产品，还有认识这里值得探访的地方。那活动我想就是一个宣传一个鹿草形象的地方，我们让鹿草的形象翻新。过去鹿草是一个高龄化的小镇，那现在其实非常多年轻人回来，他们也有经营他的品牌跟农业，还有烘焙啦，或是咖啡店，那这些都可以提供大家来这边做一个更多的挖掘跟发现。我们今天的摊位总共有51摊吼，那用丰富的市集元素，包括我们在地的青农，还有在地的商圈。那青农有农产品，那商圈有古早味大饼啦，那个杨妹妹的产品，全部都来摆摊。那还有非常多丰富邻近吼，台南、云林，然后相关丰富的一个摊商，他们都有餐车，特色餐车都来这边提供大家做选择。鹿草乡新起步，将农业链接食品工业调制。企业展现产业价值，推出鹿口盐酸定名，开启物产丰富鹿草经济农业对外开放全世界。谢谢是不错，民众鹿草乡采访报道。